谢谢大家今天的参与，我们社会局长还有各所学校的校长，很欢迎今天来参与我们这个妇幼协会的参会，感恩大家，还有各位的贵宾大哥大姐们，今天非常谢谢你们来参加我们这个关怀弱势协同以及自强妈妈的这个参会，欢迎你们再次光临，谢谢大家。谢谢，非常感谢我们的理事长李秀娟理事长哦，致欢迎词。那当然呢，我们现场有许多的贵宾朋友们陆续来到现场哦，在这边隆重介绍我们的贵宾来到现场的有我们台南市社会局卢宇聪局长，欢迎。我们热烈欢迎我们的卢局长。接下来还有我们的前立法委员李俊毅，前立法委员，也是我们协会的长期终身顾问哈、哦，谢谢。那接下来还有我们台湾上合股份有限公司叶进良董事长，欢迎，欢迎。还有我们的归仁街区繁荣发展协会理事长陈新龙理事长，欢迎我们的陈理事长。那还有我们的贵宾哦，是我们的校长们哦，是我们归仁国中吴家珍校长，欢迎我们的吴校长。关庙国中黄训阳校长，欢迎。以及中校国中黄俊宏校长，谢谢，欢迎，欢迎。那接下来是我们的崇明国中，我们的陈威介陈校长，欢迎。还有我们的后甲国中陈昭良学务主任，欢迎主任。还有我们的永康国中周宪章校长，欢迎校长。以及我们的大桥国中谢连央校长，欢迎，欢迎。以及兰化国中陈龙华校长，以及我们的主任哦李宗贤主任，欢迎，欢迎。那接下来是我们的新化国中詹生雄校长，欢迎我们的詹校长。接下来是我们的知名大律师邱涵勇邱律师，欢迎。还有我们的兴旺人寿林雪珍总监，欢迎总监。还有我们的上化区我们的文政里吴里长，欢迎李长，谢谢。好，当然我们与会的贵宾非常众多哦，那我们就在之后再补充介绍哦。那当然呢，我们现在来邀请到我们现场哦。